片，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心田，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台湾魔术师丁建中在中国台湾享有盛名，他的表演风格以细腻手法及幽默风趣为主，擅长大型奇幻魔术，屡获国际大奖。在2011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他与林志玲搭档表演的魔术《穿越》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首届中央电视台网络春节晚会的舞台上却遇到了更加严峻的考验，有几位网友组成的拍客在现场进行实时多角度的拍摄。那么他的功力到底如何呢？我们来一块看看吧。好，这里有四张 K， 我想请问一下，四张牌有几种颜色？两个颜色，黑红。黑的红的，您喜欢黑色还是红色？红色呀，现在过年嘛，红红火火嘛。好，现在呢，我把这四张牌拿在我手上数一下，一二三四，请问第一张什么颜色？黑色吗？这不看见了吗？这什么颜色？这啊，不是，嗨，哎呀，红色，红色。那我尽量做慢一点，现在非常多的镜头盯着我看，我怎么做呢？我把它放在这个黑色的桌子上。那么顶上这张什么？红色呀。红桃，刚刚这个是方块，这张是红桃。对啊。做慢一点。我把这样红桃呢跟方块放在桌子上，注意了，我一个响指跑上来了。那这两个呢？黑色。哇，可能我第一次做的太快了，大家没有看仔细。对，太快了，再慢一点，好吧？再慢一点，再慢一点。四张 K， 数一下哦，一二三四，第一张是什么颜色？红桃。红色。那么第二张呢？方片都是红色的，这两张红色的，我把它放到下面去，没错吧？可能没错。弹个响指，它跑上来。哇！再做一次，慢一点。两张红色的牌，慢慢的怎么做呢？交叉，黑的红的，黑的红的。对。哇，太厉害了！来来来，再给点热情的掌声。谢谢。好。那老实说呢，我们当魔术师的呢都不喜欢这四张牌，喜欢什么呢？红桃 K 不喜欢，方块不喜欢，黑桃不喜欢，梅花也不喜欢。那你就喜欢俩王是吗？我就拿起一张王就可以了。注意了，一、二、三，一出来了。当然，剩下三张也是，四张一。哇！哎，我不知道咱们现场这些网友来拍客们，你们看清楚没有？我不知道有人找到答案没有？我们应该不是托吧？反正我不是托啊，估计托也没人找我。这就是所谓的近距离手法魔术。今年是咱们首届网络春晚呢，丁建中要想在我们的网络春晚上一炮而红，或者是引起非常大的轰动效应，对不起，四个尖儿肯定不够大。还不够大是吧？这魔术还不够精彩。老实说，今天呢，这四张扑克牌呢，这只是一个开胃菜而已。当然还有更精彩的节目在后头。哦，是不是大型的魔术表演啊？没错，大家想看吗？想看，来，掌声送给丁建中。Okay, go。
来，不来，再来。北京人都在忙，中国词等另类歌曲在网络上走红的楚兰兰是新京剧的推行者和倡导者，其演唱风格独特，博采京剧、地方戏曲以及国内外歌曲之精华，被许多同行和网友称作是京剧的随意派。在2011年中央电视台网络春晚上，楚兰兰与小提琴家薛伟合作，带来中西合璧的全新节目《小提琴对花歌》。梳一个油头，什么花香？脸上擦的是什么花粉？从岸到
天使之恋是温暖此地。想等待一场天籁的洗礼，我们终于是你爱是唯一的指引。喝泰尔七胶原蛋白，卸下浓妆，享受美丽人生。胶原蛋白，喝泰尔七。中旺特种工业旅行材，追求卓越，引领未来。中旺集团。好衣服